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小喜欢。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？哦，那你给小朋友介绍一下你拿的小白兔猫还是什么呀？你给小朋友看一下。呀，哒哒。嗯，小白兔怎么跳舞的？你会唱小白兔的歌吗？嗯，那他很爱吃菜，他今天要干什么呢？他要买菜吗？哦，那你帮他称吗？啊，好吧，你帮他称一下，他很饿的哦。好，拿下来了。哦，你要给他钱吗？他还没有买菜，为什么要给他钱呢？哦，他要买胡萝卜呀！哇，小白兔最喜欢胡萝卜了。嗯，好想吃。好了，嗯，找钱给他是吧？
Baby 自己修好不好？ Candice 修一下好不好？好。Candice 能不能修好？我们试试看，一二三，用力推进去，一二三，啊、哦，好棒哦，修好啦！你修好了？你没有称啊，你没有称都没有收他钱呢、哦、是不是要称一下？我有钱呀。你有钱啊？谁给你的？弟弟，我爸爸的。哦，他给你的，好棒哦，猪爸爸好棒。好了，好了，你要把鸡蛋装好。那猪爸爸坐哪？你现在把鸡蛋装到哪里？鸡蛋应该装在哪里？后备箱吗？可以带这个，那好吧，带哪里呢？放在后备箱吧，这里太多东西了，你给它放在它的后备箱好吗？准备好喽，准备好喽。好了，那你送猪爸爸回家吧。去啦，拜拜。好。
钱去哪里了？啊，我的钱去哪里了？啊，我的钱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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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你让佩奇帮你找了？佩奇有没有帮你找到？没有。哦，钱不见了，那你让猪妈妈也帮你一起找吧，好不好？好。稍等，我过去帮你修一修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打电话，拜拜。